我是海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多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一样东西，这就是我们圣诞老公公吃来的礼物。之前不是有拍一个影片，就是圣诞节的，就是这个。在日本这个很红。对，这是在日本很红。然后这个很方便，日本发明的东西都很方便。这个机器呢，就是可以的，可以拍照的。然后我们就直接来拆开它吧。这个是影片。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来用那个照片，对，这就可以洗出来的照片。哒哒哒哒哒，白米。这一台是粉红色的，圣诞老公公帮我们买粉红色的。然后这里有说明书，但是是日文，我们看不懂，所以这个就不用了。然后它这里是放底片，然后这是照片印出来的时候，照片洗出来的时候才会这样跑出来。然后我们要从这里这样子转转转，这里就可以打开。这里呢，这里有个镜头，一个往后，然后再打开，这里就弹出来。哎呀，忘记讲了，就是这个可以直接用手机拍的，然后这个都不需要，就是不需要什么电啊，就是不用用到电，就可以直接拍出很方便，然后又很实用的照片。从这里打开。然后我们已经先把底片放进去了，然后我们来试用一次啊。这里就是两个方子滑的，就是手机放上去的话就不会滑来滑去。那我们现在选照片，照片呢我们就要随便选一张，不要随便选一张，这里很贵。那我选的是就是在日本看海的，很 gay bye。 然后按一下这边，它就拍了。好了，照片就大概是这样子，拍的拍出来就比较复古一点，然后手机就是比较清晰。然后这个是可以保护照片的。你错片了啦！真的。这里是我们家客厅的墙壁，然后我们刚才拍立得拍的照片呢，布置一个，要做一个相片墙，然后我们要用这个亮的，跟刚才那些相片，还有家具。Just be careful, nah, nah. Love ain't simple, nah, nah. Promise me no promises.